我是我的学者，我无欠过一件，因为我倒伫清水的草埔，带我伫岸前的水边，伊给我的文精英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起的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底，你的腿、你的肝会安慰我。在我对着面前，你甲我摆些恩赐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把我的背抹出来。稳定甲慈悲的确会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袂永远徛起伫遐的我的厝。这是咱参加来恭读啊，新的改变。搁一届最大的回响，新的改变，你着尽心尽性尽意仰助你的上帝。这个届是我的，也是后一个。第二个也三分钟是讲，你着仰助你真心爱伊。这份了解是全我甲神你的总分头。我的新的改变予你，就是你着三听，亲像我听你。你们的祈祷，那今仔日清明，阮对主的礼拜，阮伫遮要来孝念阮的长辈，也是阮的亲人。伊伫阮的中间所占的分量，互阮到会当通孝念伊。阮知阮遮的亲人，阮遮的世代，因的付出伫因的性命内底，要成做阮上大的鼓励。在阮所纪念伊的时，阮要伫清明节，直接来追思伊，来追思，来纪念因对阮所有的付出。阮要献上阮的感谢，因为你照顾阮，保守阮，让阮会当伫上帝你的厅内底，你所收住阮，即个亲人内底，三甲做伙，有和谐。要有勉励，要有执手，要有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看顾甲保守，阮献上阮的无量感谢。当阮怀念阮过去的生人，阮纪念伊，阮也要祈求你照顾阮，伫后来后摆，伫阮头前所要行遮个日子，拢会得到上帝你的恩宠看顾。阮也祈求你看顾。阮每一个人，安尼归求感谢，各下所有名。其实一代又一代中间，真要紧是
咱少年，咱纪念，但是上好的少年是啥？继承先祖所为一切。饮水思源到最后一堆，饮水思源到最后，你都爱少年上帝，因为咱的先祖的生命都是得到上帝的保守。上帝是咱生命的主宰，咱嘛唔忘咱真多，即代咱伫咧牺牲，伫咧付出，真多后代的人，生命更加丰盛，愿上帝祝福。嘛，咱用安尼来多谢先祖，啊，伫咱的中间所做一切美好。饮水思源，所以咱倒水，啊，这个水要真水，活命的水，一直流传到伫咱每一世代。这是咱来讲读经文第六十五篇，经文第六十五篇也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篇。要讲起一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咱前方还袂看到的。经文六十五篇，我来去兄弟来引。我有看见新的地，前的地已经毁，太我阁有看见圣城，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。我阁听见有大声对宝座发出讲：我上帝回过伊拉的中间，人要甲因做伙徛起。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无阁有失失，嘛无阁有哀伤哀叫叹听。后来坐伫宝座，迄位讲：看，我要将万面拢换新。伊阁甲我讲完成啦。嘴大的人，我要将活命的水的水源白白互因啉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但上帝将咱所读所启的智慧，即时咱来讲下啊上帝话啊。首先有两节圣经，咱首先来看马太十五章，对第一节来看到第九节，马太第五章。马来十五章，马来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来读。彼时有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对耶路撒冷来就问耶稣讲：你学生啥事犯着古早人的流传？因为食的时饮无洗手。伊就应讲：恁啥事对恁的流传来犯着上帝的命令啊？因为上帝讲，就敬恁的爸、恁的母。都讲，骂老爸也是骂母的，的确无意思。第五节，若是恁就讲，既然人对爸也是母讲，你所本未通对我得到的利益已经献去，彼人就决断无敬伊的爸，恁就对恁的流传已经。非常的道理，假好的人啊，伊个以赛亚指令来讲，会参悟真正对。伊讲，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但是因的心离开我唔远。因敬拜我是空空，因为因用人所命令的教示来教示人。圣经读到这。晚上来做咱所读伊的话，过来看一位天摩台真书，后壁面天摩台真书第五章，咱看第八节。第五章第八节，天摩台五真书第五章第八节。人若无顾亲人，甚至无顾家己的家，这就是背谬道理。比唔信的人。搁较快，背标道理，
比唔信的人更加歹。咱即时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，也就是《天王台后书》第五章第八节，咱三甲来用台语先来读头前的吼。人若无顾亲人，甚至无顾家己的家，这就是背信求义。比唔信的人更加歹。咱用华语来读一遍。人若无顾亲人，就是背信之道。比不信的人